家好，我是 Natalie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位于不中公主城附近的 Elevia Residences。那这里交通真的是很方便的，我刚才呢就是利用 LDP 大道直达的这里，那同时呢，你也可以使用 SKVE 大道来抵达这个地方。Elevia Residences 呢是由 Symphony Life 所开发的，这里一共分成两个部分，分别为三层半的 Landed Villa 以及 Condominium。 那这里大部分人呢都是买来自住的，所以隐秘度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啦。 Elevia Residences 绝对能满足得到你。这里呢一共只有162个单位，34个三层半的 Landed Villa 以及128间的 Condo。那在不中这么旺的地方可以找到密度这么低的房子啊，实在是买少见少了。为了打造一个安全和高隐私度的住宅环境，这里周围呢都布满了 CCTV 和安全的行人专用区。那喜欢运动的朋友呢，这里也有游泳池和位于27楼的 Sky Gym。 The Sky Gym 呢设施齐全，对面的风景啊更是一级棒，运动起来呀都特别有劲呢。哇，真的是很大哦。那 The Makeover Guy 最近就帮 Elevia Residences 装潢了他们的 Landed Villa Show Unit， 是不是很美嘞？客厅也很宽敞哦，还有自己的私家电梯啊，老人家上下楼层啊也比较方便啦。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们，这里楼下底层呢也有自己的私家停车位，无论是下雨天还是东西买多了都不用担心，只需要走几步路啦就能到你的家门口啦。虽然呢我是看过很多 The Makeover Guys 的设计，但是我必须说这间真的是特别的漂亮。那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Miranda Team， 整个装潢呢就看起来比较大气，比较有格调，每个角落都非常 Instagramable， 很适合拍照。还有就是它的衣帽间呢，哇，超大的，简直就是女人们的天堂啊。那你如果喜欢比较浅色的设计呢，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主题给你选择，也就是 Ruby Team。 Ruby Team 呢就是比较无印风啊，比较 Muji Style 一点，那很多女生就会比较喜欢这种设计啦。所以一共有两种设计供你选择。那我知道你一定会说，这是示范单位，当然是美的咯。那你就错了，只要你签购 The Makeover Guys 与 Elevia Residences 合作的装潢配套啊，你就能获得一模一样的设计了。配套里面呢主要是包括了主人房与客厅的所有设计，那你看到的灯饰啊、窗帘啊、装饰品等等呢都包括在里面哦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呢，你可以联络 Elevia Residences 的销售顾问哦。顺带一提， Elevia Residences 的 Landed Villa 呢现在数量有限，想要签购的朋友啊，趁着现在还有这些优惠马上行动啦，价格从这里起。